八年前，陈丽婷、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的前卫生署长李明亮，接下陈时中一届后援会总会长。有良心的高级的知识分子，那我们大概很可以感就知道我们的阿中部长大概不二人选。 李明亮坦承，过去看走眼挺错人，这回要替陈时中背书，因为另外两位对手对他们而言根本没用心。我们这些老年化的问题，其他人好像也不跟我听的，你讲这完全拢无一条线，城市的老化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陈时中有一届相挺，另一头蒋万安也成立医疗人挺万安团结大会，同样也有前卫生署长。这个陈时中太糟糕了，虽然我知道他，从去年九月就告他，已经行政协商调处一次，太平两次。 你有薛瑞元，我有杨志良，蒋万安、陈时中都有代理人开火，本尊又怎能错过？陈时中他。 不是无知，或从头到尾完全不清楚状况，或彻头彻尾的傀儡角色，要不就是大说谎家，说谎面不改色。不用在外面一直放话，哦，他知道程序，知道怎么做，那既然知道怎么做，那就该去做啊。 两人在为BNT疫苗价格开战，因为蒋万安说疫苗采购协议只要有需要就能解密合约。陈时中胡说八道，全立法院有谁知道疫苗采购的价格？ 三分之二都被李陈松涂黑的资料，陈松到底在说什么？所有解密的钥匙都在政府手上。那上次那也有讲过，在一定的程序之下是可以解密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前提。那他既然看过，如果他想解密，他就透过这些程序吧。从疫苗政策到医界大佬陈时中，在与蒋万安针锋相对。《镜新闻》综合报道。